手机，大家开始在删。我先贡献一张有趣的照片，就在高中。你们刚才都在群组里面一直讲老婆坏话。不会不会，没有啊，我张老师秘密比较多了。张老师真的在删。真的，我们看老婆来。谈话节目史上第一次要中场休息，欢迎我的班尼的爸马上回来，不要中场。